花，这支舞蹈只有两组动作，一个半线跳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第一组动作，四个八拍加四拍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左并步，双手在右边，手掌向上到一个点，然后右手腕，嘿，手掌向外慢慢滑下来。好，我们加上脚步的动作，一起来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注意滑步的律动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双膝微蹲送胯，注意我们的手拿胯只打出第二组动作，眼神跟着我们手走，二、二，注意送胯，好，交换，三、四，好，左右走胯，五、六，这时候我们的好手发动作打出来，练出来造型，好，拉过来交换，七、八，好，现在我们再来学习一下第一组动作的前两个八拍，连起来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第二个八拍送胯，双膝微蹲，好，眼神跟着我们手指走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左右走胯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第三个八拍，好，压腿，好，前点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第四个八拍，左右并步，手掌向上，四，第四个八拍，好，然后双手手腕绕一个圈，再带动我们的手掌心向外滑下来，二、三、四，双膝微蹲，拿花指打出，手臂绷直，然后扭胯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加四拍，左右做胯，一、二，做两下，转回来，七、三、四，好，现在我们来学习背面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注意跨步的律动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双膝微蹲送胯，二、二，注意手指眼神跟着手指走，二、三、四，左右做胯，五、两，好，拉过来，转换手的左右上下转动，好，七、八，好，压腿前点四十五度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手拱直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左右并步，四、二、三、四，双膝微蹲，好，扭胯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再次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现在我们来学习第二组动作，八个八拍。第二组八个八拍的前四拍和第一组动作前四拍是一样的动作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。五、两、七、八，第一个八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送胯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左右走胯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注意硬位的造型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左右并步，四、二、三，好，手腕绕过来，手掌滑下向外，慢慢滑下来，四，好，双膝微蹲扭胯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上步，拿花指打出，五、二，第五个八拍，三、四，好，退步，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好，做胯，六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继续交换，五、两、
七八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学习第七个八拍，继续做跨，七二，注意造型的定位，手的定位，三四五六，做跨的时候我们伸手暖好拱直，七八，好，左右并步，第八个八拍，好，在这里双手在这里有一个摩擦，八二，造成练起来，三四，好，右脚脚趾好点地，好，我们停胯，五两七八，好，现在我们来学习背面，五两七八，一二三四五两七八，第二个八拍，二二三四，左右做跨，五两七八，三二三四，好，五两七八，左右并步，四二三四，好了，我们说新微蹲扭胯，五两七八，好了，然后我们第五个八拍，上步兰花指打通，五二三四，然后退步，五两七八，好，做跨，兰花指打出，好，现在我们来学习第六个八拍做跨，六二三四，好，左跨，五两七八，好，第七个八拍左右做跨，手拱直，七二三四，注意手腕带动手指的扭动，五两七八，好，左右并步，在这里双手合十有一个摩擦，好，八二一个造型出来，三四，好，顶胯，五两七八，您学会了吗？好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